错过台北灯节的迪士尼彩街嘉年华游行也没关系。迪士尼首次推出专属樱花季，全球首发一系列活动来咯，还有台湾限定商品，可别错过了 Tilda。在台北与台中两地同时开设迪士尼樱花季期间限定店，在现场还有可爱的米奇、米妮、小熊、维尼与小猪的大型公仔和看板供大家拍照，一起体验迪士尼的浪漫樱花季 Tilda。 迪士尼樱花季限定店2月28日于星光三月中港店 10F 抢先登场，台北的限定店则会在3月4日开幕，请各位粉丝拭目以待。此次限定店将会贩售限量限定款的绒毛玩偶。小猪贩售时间3月15日至3月17日。每店每日限量15只，一人限购一只。米奇与米妮贩售时间3月22日至3月24日。每日每店限量20只，一人限购各一只一对。三款玩偶在2月28日起开放预购，详情预洽限定店的门市人员。现场商品相当丰富，像是超有特色的烤面包机随身碟，按下压杆就会出现未装成吐司的插头，热爱小熊维尼的你千万不能错过。换上樱花季新装的维尼，化身为蓝牙灯光喇叭，可爱与实用兼顾，怎么能不败？小熊维尼与小猪的香氛水氧机不仅能芳香加湿之外，还可以当作夜灯使用哦。晚上睡觉，维尼陪着你闭上据点。限定店内的樱花季商品可说是超级齐全，除了多主拍照点之外，还有各种好康活动，无法前去限定店的粉丝也别气馁。Momo 购物网会在3月推出迪士尼樱花季加购价活动与迪士尼樱花季商品专区，就算去不了现场，也可以在网络上选购哟。